硬得很。你把鱼都咬不动，真的是吃的太好了点儿。有点吃油不脱了，来来。没有放淀粉是不是？啊，我早都没找你淀粉。我手切好久还切烂了的。喊我一天你吹了哈，下回你来呀，我弄手板去煎鱼给你吃，我做更简单了。哎，信你个鬼！你不要信男的，吃完东西男的都吹，然后我带你去翻冰箱。要得。